What's your diet, Americano? Reformer Pilates 在外面都是蛮贵的，但是我签这个学校的 gym 我每个月还40块美金，然后就 include 了这个 Reformer Pilates 不用给钱，然后还有别的课，然后还有游泳啊这些，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其实上一个 spring 的时候，这个 Reformer class 是需要给钱，而且要抢，但是 summer 的话，不懂为什么 summer 就不用给钱，因为可能很多学生 summer break 所以没有那么多学生。 然后，所以我就 summer 的时候拿到位置，我就来上这个 reformer pilates class， 可是不是还蛮容易的，就是可能学校的，所以不是太 challenging 啊，就是也没有流太多汗这样子。summer 真的没有人。 早上的 Americano 还没有喝完，可是它到现在都还是热的，因为这个我买这个 Standy 的这个保温瓶真的很不错，因为 Standy 不是很红吗？就是美国超多人用。有的时候我用 mascara 在我的眉毛上面，因为我就只是要给它立体起来。 现在我泡这个阿华咖啡，从马来西亚带来的。这个是今天的午餐，两人份 ，Mediterranean 的 salmon 菜 ，mash potato， 然后这个 mac and cheese 是 Zidane 喜欢吃。 Because I want to know what happened. Since I target when, 我想要来买一点衣服。他们的 bikini 超 cute 的。 5块美金吧，这也是很可爱。这种小背心也是5块美金，是可爱，很多颜色。你们看完哪这样多，可是我不懂它的 fitting room 没有开嘛？之前我拿一大堆，结果走到 fitting room 给我讲关，结果全部东西要放回。哇，我花了差不多1个小时多在 bikini section， 现在我要上楼。 因为他楼下的厕所太肮脏了，所以我要去楼上用他的厕所。别人应该会觉得这个女的没有来过 Target， 一直拍。Target 真的只是美国有，一般英国也没有 Target 好像。所以楼上这边是 grocery， 哇，超爽！然后里面也是有 Starbucks。这边是楼上的 section， 这边小孩子的东西、玩具、小孩子的衣服、 baby 的衣服。 Makeup sponge 2块多，可是 sold out， 每次都这样了，它的好的全部 sold out 了。我个人还蛮喜欢 Elf 这个牌子的，就是它的东西真的都蛮好用，而且很便宜。它眉笔才3块美金，然后它这个是 Rare Beauty 的 Pink Tea 腮红，7块钱，这个也是好。看这个 Min 的，我就想到我姐姐喜欢，可是。 我一想到我自己买了，我也不懂几时回 Malaysia， 因为很便宜罢了，2块钱。早上早起来哦，
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八点多起来，我现在觉得这一天怎么过这么久，做了超多东西都还没有六点。是 Zidane， 我跟他的朋友一起，还有他的时候，他都 Zidane 每次就要突然间走，然后就留下我跟他的朋友两个人，好尴尬。所以每次 Zidane 讲要去上厕所，其实我没有要上，可是我也讲我要去，不然就只剩下我跟他的朋友，超尴尬。I'm taking you on a flight. I will be flying the plane. With my Bougie. All ready? Yep. To fly. First time? Okay, come down.